大家好，我是华小妹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豆腐肉末酱香菇。清洗干净的香菇去蒂，切碎，胡萝卜切丁，五花肉切块，豆腐切丁，绞肉机中加入五花肉块、胡萝卜丁、香菇、豆腐，启动绞肉机打成肉末，肉馅中加盐、料酒、生抽，搅拌均匀。将做好的豆腐肉馅放在香菇上，如视频这样依次做好。将做好的香菇整齐地放在盘子中，将盘子放入蒸锅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锅盖，水开后再蒸10分钟，时间到出锅啦。淋上酱汁，撒上葱花，豆腐肉末酿香菇就完成了。做法简单快手，一口下去，浓郁的香菇鲜味和满满的肉香，有爆汁的感觉，每次做一大盘都不够吃。关注我，带你轻轻松松吃遍北美家常菜。